一样的家臣，一样的家臣，可以解释出一样的家臣了。黑熊精第一次，一百四的戒指。第几个出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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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戒指的话，肯定不会是狂暴了，也不会是封印，也不会是治疗。啊，兄弟们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黑熊精的第一个是伤害吗？中间这个，兄弟们，中间这个，中间这个。三治疗不会的，不会是三治疗的，好像是三法爆。我操！做一个十段金自碎石锤。一个三穿刺，一个三狂暴，一百四的戒指是连出成就。我跟你讲，戒指垃圾的就只有法伤结果加狂暴，不可能吧？他妈的，最近戒指出一样的加成，140的戒指三狂暴，80级戒指三法伤结果，我他妈的吐了。